闻现场继续为您报道，农委会先前推动传统市场禁止宰杀活禽，本来预定4月1号，也就是今天要上路，但是后来政策临时转弯，放宽成零售业者可以宰杀活禽，但是大盘市场还是禁止。不过今天公视记者前往台北县最大的活鸡大盘市场实地追踪，发现业者照样非法屠宰，不但内脏丢在地上，羽毛跟血水也到处都是。一笼笼活鸡，还有被泡在血水里面已经杀好的鸡。这处位于宜兰员山的屠宰场，因为没有登记证书，非法经营。周三被宜兰地检署和农委会防检局联合查缉，查获的上千只活鸡被没收，宰杀好的鸡和内脏全都被销毁，宣示农委会取缔非法的决心。鸡要在合法屠宰场里面屠宰，这个场所是非法的屠宰处所，所以我们也劝导辅导。那我们最后也不得已做一个查缉的一个手段。今天4月1号，本来农委会禁止传统市场宰杀活禽的政策要正式上路，但日前政策转弯，从原本全部禁止放宽为零售业者可以宰杀活禽，但大盘市场还是禁止。实地到台北县最大的活鸡宰杀大盘市场三重福德市场去看，业者照样非法屠宰，内脏丢在地上，羽毛血水也到处都是，他们还是坚持政府不应该强迫他们改用电宰。啊！你有赞成政府推了电宰啊？无赞成啊！我问你啦，你若无那生活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哪一类？你敢咪烦恼啦？我烦恼要安怎？啊！若政府要安那个烦恼不好嘞。虽然农委会表示会请台北县政府来介入辅导转型，不过一样是非法。宜兰员山的屠宰场遭到取缔，台北三重的福德市场却没事，恐怕还是会引发执法标准不一的质疑。记者林金梅、刘汉林台北报道。